住女生三个，然后第一个台我，第二住女生。这是他美丽的地方。哎，这个部分你的颜色是比较插进去。Thank you.
这个神社啊，走上来参观完之后，里面一些展示品，那接下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，就可以看到中俄战争的纪念碑，发现太阳能板。然后接下来往这个石阶往上走，今天是选举过后的隔一天，那空气也感觉特别凝重，因为基本上苗栗国基本上就是倾向蓝色的啊，蓝色大败，连空气都凝结了几分。真的副业，不，哇，一路上都没什么人。啊，早午餐就抛开是广告。哎，中西式早午餐，可是外面都是电玩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感觉像网咖一样。亮三旗。哦，远传也进去了吗？没有，就国民党是三，不要找哪个啊？这种票。然后民进党也是三，民众党五席，哦，所以还是四个，还不错。可是我希望有五席一个，哎，这样不错。那他面也感觉不错，就这小不错。对啊，我们走后面一点就对了。选对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是在干嘛？我觉得看起来好棒哦，我喜欢这种软软的感觉。你喜欢拍食物的遗照？对，没错。谁又不都这样讲吗？哦，三只鱼闪标。一年来跳最多的鱼。跟他在一起还蛮不错。对啊，我觉得还蛮开心。是视频。没有想到出现，他自己要出现。很酷哎。昨天我们带不到我，而且他真的在树哎。嗯。不是他这样挂的。厕所出来之后啊，旁边有一条森林步道，你可以有时间就爬一下。